仔细看一下现在的状态，待会儿下来就是干干净净的你了。走，去翻新。杨哥，走了，给你找根短绳子，上来，套上，走。停。这大厅我还得两个人才行，别别别，请勿太亲切，好吧？他太好亲人要的。哎呦妈！您能知道这个狗大概能有多大吗？肯定是成年了。成年了吗？它牙挺黄的，我看。我给它弄了。三年以上了。看它小萌小萌的。我看它体型好小、哦。屁股让它忙打结了吧。手不太开。这家伙好激动啊！好了，不害怕好吧？摸摸它，摸摸它。搞得到是不是？干哥别叫。给它洗了小了一圈了，这张腿。安哥这还是可以呀、啊。变帅了，变帅了，这变瘦了倒是真的啊。那他是空心的。对，它是空心的，不是实心的，变瘦了现在。第二遍、啊，这个洗得太干净了。还是挺配合的，我给你按住啊，不要甩，不要甩啊。嚯、哦，这个大尾巴！慢了一点，到时候我就成最脏的了，怎么办？我就想去上手摸它两下，不要甩，不要甩！我发现它颜色真的变白了，哎。是不是？对啊，这时间就变成更漂亮的版本了。我们之前以为它是小耳朵，感觉耳朵不小。这狗子得在这里头两个小时呀、啊！不行，出不来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。在挠什么东西？在挠。
这里还有一只呢。嗯，这个家伙挺享受的，这里头，是吧？嗯，大家伙，你的嘴皮都塌拉出来了，这是藏獒吧？是不是？白色的藏獒。他在2个小时好了，来给我们打电话。啊、哦，行。哎，聪明。不，你乖乖趴着。聪明。车上温度还挺合适的，其实外面有点天阴啊。走，我们去转一下，到时候回来接班哥吧。哇，这么多美食，看到我就不知道吃什么好了。这个是特色凉粉，5块。这个是面费的，10块。还有这个是韭菜盒子，3块。3块。这个5块。还可以，对，还可以。这个是烤叫什么面肺子，这是羊肉串，这是面筋。多少钱？10块。走，去接班哥，看看他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变帅一点？是不是很好吃？舔光光。刚刚看看洗过澡后的帅班哥。端起，对，到位，走，班哥出发。你不是中分了，我发现，是吧？对，你知道上车？哇，聪明，聪明，你知道上车呀？可以，现在狗比车干净了，不过明天就差不多了。班哥，保持干净啊，保持两天就算胜利。走了。哇，洗干净的班哥就是不一样呀，竟然闻见从后面飘过来的香味。睡了呀，你就准备睡了呀。我们现在再往前面走一段，找个地方停车，方便狗子们下来玩。不知道干净的班哥能坚持多久呀，拭目以待吧。